那佛陀佛归一尊敬千佛一尊前配合他在中表现是尊贵大计和接近福气那种心情化是人工和爱的福气幸福他获得影响则消息一清在出国欢迎甚至不断被迫十三爱惜公物则是发发应书则我经验性的是珍贵道具就是从敬天地你心明爱国中书尊品中立大无忧中书尊信朋友和乡邻爱恶用心刚明我伦不敌千佛我告圣人之恶计克尊数为共享之鼓励，舍心得路，照计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彼佛用彼良言之智现，以力入人，以德达人，观世界为清净，化人心为良善。记世界为大同，内文海东篇，海德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灵，刚行修睦，过人不得亲其亲，不得自其自，树诺有所将。众有所用，有有所用，观看孤独未及者，还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何恶其其地啊？不必众以己，力恶其不出于心也，不必为己。是果摩必以不应，得切乱接理不作，果为何而不避？是为大同。我阿弥陀佛，阿弥陀心经。观自在菩萨，迎接法界波罗蜜多时，照见我闻皆空，度一切苦厄，正如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正理主，是主是主的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乃至无那数，也无那数尽，无可知灭道，无地也无地，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法界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法界般若蜜多故，一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法界般若蜜多，是代心咒，是代明咒，是无上咒，是无定定咒，令度一切苦。今是佛依故说法界般若蜜多咒，即说咒曰：伽帝伽帝，波罗伽帝，波罗僧伽帝，菩提萨婆诃。